比如像有的消灾了，或者是如意宝轮王了，或者是大吉祥了这样的，或者是姐姐咒，这些是可以完全停掉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自己想的，就是感觉就是不太需要了。谁告诉你的？因为觉得自己小房子有时候能跟上。小金有小金的能力，大金有大金的能力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这些小经是否可以觉得自己需要的时候再念？对呀、啊。还说每天必须坚持，每天都念。每天要念的，哪怕念几遍都是念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听懂了，师傅。好了。嗯。好，感恩师傅。